半生。午安呢？太暖，昨天就很冷啊，然后我今天穿那么暖，是在哈喽。怎么突然在上那个？叔叔。怎么了 ？Hello QQ 男子，书怎么了？那为什么？要放救护车，哈喽气啊。我有好一点了，今天第四天 ，CP 太，OK 哦。我真的礼拜二比较不 OK， 但是我礼拜二还有去学校，我真的觉得我超厉害。我礼拜二那天有烧，要烧到38吧。微商，但是还撑得住，所以我就上一。我觉得我的小鹿没有很厉害耶，但我现在我的手还是有在痛，就是打完疫苗。挂听，拜拜。对啊，我那天烧到38。大家午安。看你穿的超热，但我现在只有35.8，还好哎。聪明的感觉啊，我只是看起来聪明而已啦。同学都说我看起来很会读书，我说我没有，假的。讲
讲话会破功。对啊，我讲话会破功。我就说我有很多样子吧。谢谢叔叔送的香槟。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双十一有什么打折？双十一有买什么东西吗？没有，算也算吧，算算算。但今天买这些不会有特价哦。单曲有特价吗？有算在双十一活动吗？好像有可能会有。八九折，那你们还不买爆？谢谢班森送的香槟，也谢谢刚叔叔送的香槟，谢谢。妈咪回来了，谢谢刚刚勇哥送的枫叶，谢谢。妈咪回来啊！我今天这边眼线没有画的。这次升鞋大家应该也都很喜欢吧，大家要多多支持升鞋哦。我们姐姐布景也是布得很辛苦的。姐姐很用心的在想主题。会痒吧？还好哎，我还好。但那个贴脸也很贵，你拿的那是什么？我的那个。对对对对对，是用那个睫毛胶的粘。其实我觉得不开灯也可以，开灯也不错。挺自然，挺舒服的。哎，大家还记得吧？握手会玩色的话，蔡依伦就要穿。衣服等你们哦。
你们可以先去试试看，就是去网络上找那个女仆装，然后把我头披上去，看露露会长怎样。不要，我最近变胖了，不要穿那个。我觉得叔叔今天就会做出来。我傻眼。最好一样。Hello， 不是这样的吧？古典的那种，就长的，没关系。反正前提是要有玩兽啦，没玩兽就什么都不用啊。现在讨论在的握手会晚上要穿女仆装，尽力了，对了，尽力就好了，没事啊，有没有买完都没有关系啊，只是说如果有买完我会这样，好不？没有关系，尽力就好了啦。姐姐买那个吸尘器的那个，那什么瑞麟。哎呀，说还要喝他的口罩。好开心，这么棒，它有三个颜色，我们偷开来看，这么好，我今天有课，我开到四点半，哎，很可爱。这图案真的不一样哎，这个很可爱耶，那我还是推荐他去买那个信义区的房地产啊。对，女仆装我下次再穿就好了，不要做傻事，不值得，不值得，说自己不值得，本来就是不值得。
欸，不知道，不知道你们就是怎样握手会全部大家买的，可以买一栋房子吗？大家总偷偷花的钱，可以在哪里买一栋？想买猴子，不安，378万，370万够吗？不够吧。那五张单曲加起来应该够了。台北市应该买得起。对啊，378不够啦。五单应该就够了。是富二代，好羡慕哦，有钱人，有钱什么都能，但没钱万万不能。800多。35.8，前天有去练习哦，没有啊。Hello， 他就不安，怎么感觉好多人进来？哎呀啦，昨天晚上超冷呢。啊，生日快乐哥！配合哦 ，Hello， 你要现在听吗？还是晚一点？祝你昨天生日快乐！你还穿着短袖，昨天晚上超冷的，冷到爆！谢谢你们送的守护徽章，傻眼！我姐前几天出门，她就看到人家穿那种两节式，然后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里面是背心，然后上面套一件长的，然后薄的那种，然后这里会露出来，然后短的，我还好，我现在。
哦，我开到四点半，开到四点半，然后我就说现在的人哦。他说现在人真的都不怕人嘞，爱睡不惊流鼻水的。我说我无啊无，我唔喜欢，我超怕冷。我是那种天气很冷，我不会为了要漂亮而穿的很少。你穿厚的你也不是，你穿。穿多一点，厚的也可以穿得很漂亮。为什么你要穿的少？可是我的手超热，对，肉肉怕热，但肉肉现在不热，现在肉肉是35.8度。好，那我现在唱给你听好不好？我们五四三二大家一起唱，五四三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我应该前天要唱，然后今天也要唱的，这样就比较，就是卡在中间没有关系。生日快乐！谢谢微微大大，又认识了这么久嘞。谢谢你的陪伴，让我陪你又度过了一个生日。超年轻，真的。哦，我跟你们讲，我那天，太阳滚了。我中二我也直接坏掉，我姐那天说：“哦，你那天还有直播？”我说：“对啊。”可是我真的很不舒服，我就叫大家在下面自己聊天，我在旁边看大家聊天，他就笑我。拜拜，辛苦你嘞。阿姑别走，山大，什么东西？我那天打完之，没有，我礼拜二，就是下播之后我就睡着了，然后睡着之后，姐姐回来，她回来，她就骑车带我去学校，然后上完课，她要带我回来，她就跑去买那个臭豆腐，然后他买完，我就站在旁边，我说我也想吃一个，他就看着我，可是一打针呢，我说啊，对，我也想吃一个啦，那我吃一点泡菜，我都忘记了，我那天超想吃臭豆腐的，我昨天学了一句英文，但我有点记不太清楚。My sister， 什么 stinky dog very much， 卢小小说谁卢小小？你才卢小小，你卢大大啦，卢小小。可是为什么打针不能吃？就是有人说打针不要吃炸的，不要吃太
太刺激了。什么叫支离破碎？看你们打问号，好好笑。我觉得我今天好强哦。傻眼，哪会有这么多忌口的东西？不是啊，就是不要太刺激的，比如辣跟炸的啊，反正是垃圾食物啦，对吧？是吧？就是还不要嘴硬，硬要吃，等下真的出事，知道吧？你直接一个心机琉璃话，哎，那有点不塌嘞。所以我没吃啊，我就吃了一口泡菜啊。然后他吃完之后，他又剩了一口泡菜，然后他就放进我的，没有，他在夹给我的时候，我叫他再多滴一下，就是那个酱汁有点太多。然后我就吃进去之后，我就咬了一口就。我差点吐出来，我说好咸哦，整个泡菜都是酱油的，小懒，小懒，哎，你小懒是跟谁学的？跟我学的吗？还是你本来自己就小懒？用很久 ，OK， 同路人，同路人。啊！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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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叫？我有一次要从我家的楼梯走下去，然后就楼上的狗狗是大只的那种黑色土狗，然后因为那个楼梯很窄很小。我就靠着墙壁，然后他人家要上来，然后我要下去，可他一脸就是他看起来会对我叫，我就非常的害怕，你知道吗？然后那个阿姨就没关系，你走，他不会咬人。可他一脸就是他等一下冲着我叫，看起来就超可怕。我就走过去，然后他就看着我，然后我就退后，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会怕啦，笑死！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带走我一个人自残的自嘲。好久没看直播了，开心哦，开心哦，开心就要一直开心哦。与你分享的快乐，生活独自拥有自己，我人生深感动。嘿嘿，哎，我有看到包子下的广告。我看到包子下的广告，莉莉生日完了，我觉得你的莉莉的图要在，就是加油，我就需要再加一点油。对呀，我觉得需要再加油一点。差不多加个九吧。没有，你就看着莉莉发的 IG 图呢，那是修莉莉那一张图，
你知道吗？你知道，叔叔，你不要说完了。叔叔，不要说完了，我就。对，酒吧比较贵，废话，当然要加好一点的油啊。我的就是怪我当时长太丑，而且已经过那么久了，没有关系的。没有，我觉得我的就只能怪我那时候长太丑了，我那时候整个一个水肿到爆炸，而且还没睡饱，整个一个没醒的状态呀。对啊，这不是啊，好的车子要加好的油啊，对吧？不要吐了，很像食道哎，口腔炎、食道胃、大肠、小肠、肛门不？阿布图丢给他的，然后叔叔说可啊，然后我就我的握手会玩笑的话会穿女服装哦。请发我漂漂照片哦，我漂漂哦，拜托我漂漂，拜托漂漂吧！啊！不要紧张，我好紧张。お願いします。紧张他，没有。我前几天有去逛那个师大夜市里面的那个八大嘛美术社，是这样讲我忘记了，反正它小小一间的，可是东西感觉蛮多的。问题吧，你就是飘飘本票，没有飘飘本票呢，有时候也会变丑丑本丑的。什么东西原本的还是可以用？为什么本票先不要？飘飘本票呢？你哪时候不飘飘？18、19，那个拍丑丑的那一次，18岁，没有19岁，19岁那一次。生日会不飘飘，19岁生日会丑丑，把你拍的飘飘，真的，不要给我拍的肥肥哦，肥肥我会半封锁。
午安呐、啊。菲菲就修啊，菲菲就修，那你要修的美飘飘啊。你菲菲丑丑修的，菲菲修修修的丑丑也不飘飘啊。有加太白粉啊，太白粉加太多了啦，所以丑丑的啦。你有封锁我吗？没有啊，没有啊。我才不会那么无聊做一些封锁的事情哎、欸。我看起来这么无聊吗？对，你看起来就是这么无聊啊。好吧，谢谢。你那个我有推的什么东西，你那个我有推，我又没有封锁你，我要封锁你就会封锁我讨厌的人。哦，推脸，你是说哪个推推？你是说上一次推鼻子？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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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我觉得那一系列的照片很难好看，因为我那天真的长得很丑，那天状况差到，就是我自己在修我自己的照片也觉得很痛苦。谢谢半生冲的香槟，半生冲了今天你第二瓶的香槟啊，半生发大财，三十回。对啊。跟七七结婚的那一天，哎，我跟你们讲，二十号是我跟七七认识的第四年了。对啊，不然十月二十，还是十二月二十？但你很凶哎、欸，什么东西拿我很凶？什么东西？我们现在还在线吗？还是已经下线了？下线跟我说一声哎、欸。我那就是去学校上课。然后搭电梯去一，其实要换教室要搭电梯去一楼，然后超好笑的，因为我是，可以啊，可以吵架，没关系，吵架。然后那个电梯就很久，就有个妹妹就问我说，还是我们走楼梯？我说好，就是打完的第二天，我说好啊。她说你可以，我说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这没问题啊。我说没问题啊，有问题怎么办？你要背我下楼梯是不是？没，我会陪你一起等电梯，我就笑了。妹妹很可爱，吵架来啊，吵架啊！你要吵什么？你想跟我不是啊？
分就是你就输了，对，对，我只要搬出你就输了。我跟你讲，何止你，我还有李涵涵的。输的彻底啊！我还有涵涵呢。好，你涵涵乖乖念书了，他乖乖念书啊，他很乖好不好？你以为他很乖吗？没有，他没有我会。全世界看我们两个吵架，好笑。自从通常不是陈恩也会跳出来讲话吗？不要开地图炮啊！也是哈。Hello， こんにちは。谢谢微微大大送的文森林，谢谢。苗子好想买屋子哦，好想考驾照哦。哎，我问你吗？骑挡车去考驾照，是不是考？如果真的考到，是不是很厉害？没事啦，你下次可以一起带我去厕所。女生就是要一起去厕所，知道吗？微微大大。跟你说，有什么照片？有什么照片可以挑？真的假的？但挡车好考吗？不会有人这样做，为什么？不错啊，而且太容易洗。但是挡车的平衡感好啊，就不会那么。太难翻版了，你叫我挑的欸，一样很滑。OK， 你可以，我跟你讲，我教你，你就用那个 app 有没有？把上面拉长，上面拉长就可以了。上面用那个叫什么来着的？但我觉得，不要下会比较好欸，我不知道。
突然那样觉得，因为广告是下给，也不一定是我的粉丝，会是那些不认识我的人，所以因为这个目的是下握手会，但下的不一定会有人真的来握我。假如今天是不认识我的人看到，他也不一定会，OK OK， 好，你去。OK OK OK， 哦、就是用那个啊，那叫什么 S 什么的，就把上面拉，反正可以拉长。我不知道美图可不可以耶，还是这个？对啊，拉长简单啊。就是把背景填上去啊，我觉得你不能找太可爱的，对，我觉得就刚刚那一张吧，或者是对啦，我觉得不能太可爱了，但我好像也没发什么很帅的照片，仿妆那张不知道，不是啊，我仿妆然后我只放这张照片也不对啊，我要给大家，我要给大家看看对比图才会有用啊，多爱我的脸啊。好了，我觉得就这张，对，我觉得就我刚刚说的第一个，大家其实刚刚看看，我还是偏可爱的感觉，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感觉。但是我比较喜欢我酷酷的样子，虽然我现在好像越来越像小女孩的感觉了。有是有吗？
今天懒懒的耶，就是只有一个比较 chill 的感觉啊，对吧 ？chill。你们会因为你的穿搭而去，就是特别搭配口罩吗？那你很会 chill 哦，我超 chill 好不好？拜托，最 chill 的那种。我会耶，就可能假如我今天穿这样，然后配这个包，我会配一个黄色的。那可能我今天搭的一个是有点藕粉藕紫的颜色啊，我就会选粉红色的口罩，没有米色的。我没有米色，虽然我姐姐跟我讲说你可以配布丁狗吗，但是我觉得这样太可爱了，我就没有配布丁狗，所以就配了个黄色。我觉得配粉红色也可以啊，然后可能我今天穿的是白色衬衫配蓝色牛仔裤，我不知道，我就会想配紫色的口罩。但我比较常的也是都黑色，因为我的衣服还是偏深色居多，深色居多，对。吊带蛮深，不是吊带就是要配深色的、啊。虽然我其实我这样我会想搭白色口罩，穿浅色的时候我会想搭白色口罩，可是我家白色口罩被我用完了。我最不喜欢的口罩颜色就是蓝色。好嘞，拜拜。口罩我一定要折，就是绑两个结，不然会觉得松松的。但是我也有买儿童口罩，我买那个儿童口罩我是因为上面恐龙我买的。勉强讲还可以戴儿童口罩。嗨，草莓酱。我在跟你们炫耀，我买儿童口罩上面恐龙。哇，哎，我要炫耀，我就马上跟你炫耀，说我儿童口罩，不是，我口罩都买儿童口罩。你是不是那种戴大的口罩，然后下巴还会跑出来那种？那个下巴不小心是露出来的。我是打个哈欠，我的口罩会跑到我的眼睛的。谢谢小爱送的11月守护徽章。跟超级购物星，谢谢，差不多。
需要要的吧，刚刚好的吧，哦。我们那个口罩超可爱的，那个口罩，但是我好像只戴过一两个。为什么我一直打哈欠呢？因为我想睡觉啦，废话。我原来，这样你就可以站在前面唱歌，不会被笑，被我笑了。没有，跟我们开玩笑的。哎，拜托，我怎么会笑你们？不要那么浪费钱好不好？你花钱把这些东西吃到属于自己身上，然后你现在要把它剪掉，哎，很浪费钱哎！不要这样好吗？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容易呀。知道吗？不是啊，你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笑你？量很大，乌云乌云快走开，可知道我不想带把伞，带把伞，不是。说不定你那时候肚子就变小了。为什么今天我这只黑眼圈很重，是吗？说不定不止一个。我跟你讲，包子，你该不会就是个第二个人？就是我的黑眼圈很重，还是我的眼袋？说实在，我觉得我没有很适合眼袋。你们知道眼袋可以练出来的吗？因为眼袋也是肌肉，你要在这里挂那个什么哑铃，我忘记怎么练。它是肌肉，所以它是练出来的。
你去问他，我不知道。真的，我不是无用啊，这真的练得出来的好不好？因为那是肌肉啊，好像是这样吧，还是真的练得出来的、啊。我不知道哎、欸。原啊、不是不是眼袋啦，卧蚕啊，白痴啊！白痴啊！我们来念心灵肉汤喽！哇呼！我是臭直男。不是的，不是。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宅家日热，现在的时间是2021年11月11日下午4:03耶，今天是双十一。大家有想要买的赶快买，说不定今天有在打折扣哦，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那听好了，今天的第一碗浓汤，不要因为别人的目光错过了自己的时光。我们都会在意别人怎么想，会担心自己的行为如何被评价，会拿别人的眼光来丈量自己的步伐。只是这样的舍身不止无法满足别人，更可能失去自己的喜欢。其实我们都无法控制别人的想法，一个人的行为可以被不同的人做不同的解读。好的可以被说成是坏的，善的也可以被说成是假的，就连用心做事也都会有人说是破坏规矩。何况你只是想做自己，努力不是要让别人欣赏自己，而是为了成就想要的自己。记得人的时光有限，应该为了自己往前，别把时间耗费在迎合别人的目光。与其担心别人是否失望，应该用心为自己努力成长。这个没有讲过，我确定没有讲过。担心犯错，而是陪自己用心走过。
也许有些人怕阴气，然后怎么好像被说过有讲过，好，先念完。也许有些人怕引起无端的困扰，因为犯错会造成其他人的麻烦，犯错代表考卷上要被扣分，犯错会导致出糗而被嘲笑，久了之后我们把做错的事情当成了自己没用。然而仔细想，犯错并非失败，真正的失败是指你放弃不该放弃的事。如果你是在尽力后犯错，而且还愿意继续努力，那并非无用的失败，更是种坚强。不要害怕犯错，而是要努力去做。犯错是会带来困难，但也会带来成长。记得，不敢犯错才是危险的错。我们并不需要爱上失败，而是要追上失败，超越它，超越自己。这是今天的第二碗肉汤，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很喜欢这一段。我们不需要爱上失败，而是要追上失败，超越它，超越自己。那今天的肉汤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谢谢。吹一个泡泡，把自己打包。你要走了是不是？拜拜。大家买贴图了没？我没有看过呢。
这应该这个贵就150。你们知道做一组这个贴图其实要花很多钱吗？这个是钢铁奶奶前辈 cover 的。要的吧。做这个贴图不便宜，据我所知我的手刚刚里面插了一个毛，我有宝哥哥的贴图，绝版的贴图，我有，我好像出了第一二天还是就有，你做你自己的，我买。我有，你有吗？你没有吗？啊，对的吗？没得送了，什么东西没得送了，也没得买啦。怪怪的贴图，我有很多怪怪的贴图啊。那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谁在那里没那里第一只的鱼柴我醉感觉就很怪结果电影里面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我笑起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分开此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败还是更少快爱还是会期待我很喜欢那个兔兔跟鸡的我前年送给我姐一个愚蠢的狗她很喜欢也很像我们家浅浅
他很喜欢。你们可以去找愚蠢的狗。幸福的人可不肯多青睐，存在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我在这里陪你不难，什么各种下注你的等下等待，不习惯等待，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不下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分开，词还唱不到爱，唱不开，说不白，还是歌唱快，爱，还是会期待，怎么那么难唱啊？等待失败，我爱孤独在微波圈的天台里。唱那个就好，还是我唱我是古惑仔，我是古惑仔。哎呦，哎，怎么在玩那个？等我。听我的演唱会，最后我还是没有弹成功。十七岁的初恋，一直也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他心碎，我忘记怎么弹了。上面的感觉没有哎，一封信就要说对，音 key 不对。他记得也太记得，是是在催我，我的不必责任没人类。嘿嘿嘿，被人分了没听我的演唱会，在二十五岁的他是多么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半年的积蓄门票一堆。我唱得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
缺一个宝宝。啊，可是我现在。先送了玫瑰。他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这年人都说我多心碎。哎，怎么弹？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不唱。看我今天穿的拿这个，好像看起来挺有气质。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全都是错觉。我唱得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不怨无悔，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嘿耶嘿，唱到自己流泪。小孩子问他为什么累，身边的男人才渐渐入睡，他静静听着我们的唱。你们等下我关播，你们要干嘛？上班是吗？我唱得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你们知道我等下干嘛吗？我等下睡觉。要的吧？为什么没有声音？听这个啦，你不管，不要管了，小屁。你要去。
欠了谁？你和我这种距离难以置信，我欠了谁？哦，想知道此刻的你什么心情？不要再玩这暧昧游戏，我已抓到你。Gotta give me that kiss, you're my baby girl。没有借口给你，超秋的，超秋，我超秋，超级秋。人家是秋，我是臭，还有秋，耶、yeah ！啊，好痛！我刚刚戳到我的手，耶、yeah ，活该！玩着暧昧游戏。参加大嘻哈吗？是丢脸的。什么意思？唱秋是什么？唱秋台语是什么？哎，我们这首听完关播。一起过。今天不是两大半，今天是一小半。哦，结束！谢谢大家今天收看的一小半，是想睡觉的关系吗？没有啦，今天本来就是一小半。お疲れ様でした。チュチュバイバイ。我们礼拜二见，拜拜。投资的电话打进来，我要跟他讲说我没钱，你要投资我吗？好了，拜拜。大家上班辛苦啊，上班上课辛苦呀、啊，拜拜。